么传来的讯息，问我累了有没有休息，我说很好你不用担心，等过完年就回去。坐在房间打开电视机，空房间需要一点声音，这种感觉我非常熟悉，叫做寂寞的东西。秋天的风吹起来特别凉，遥远的家现在是特别想，如果那天你又看见我醉倒在路旁，请对我说说话。冬天的风它吹乱了头发，异乡的人在哪里都一样，如果那天你又看见我呆坐在路旁，请你带我回家。坐在房间打包好行李，衣柜的衣服需要换季，这种感觉我非常熟悉，叫做寂寞的东西。秋天的风吹起来特别凉，遥远的家现在是特别想，如果那天你又看见我醉倒在路旁，请对我说说话。冬天的风在哪里都一样，如果那天你又看见我呆坐在路旁，请你带我回家。如果那天你又看见我呆坐在路旁，请你带我回家。